Yeah. That's just the mail. Mailman Chan. Yeah, yeah.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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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这样，生活区。很简单。我觉得他们，我也有观察，我觉得他们跟台湾社会的融入的那种感觉还蛮好的。希望过来台湾的，过来的香港朋友，小心有积极的现状，这个是很重要的。但是你这样离乡背井到台湾来，我想代表台湾欢迎你。谢谢。那有什么困难？ 一起来听。谢谢。好。其实我以前常常到香港去。也是。因为我在英文念完书以后，很多的专业的书，比如说法律专业的书哦，都要到香港去买。但是现在不行啊。有一种先生的也在这里。他这个，因为空间有限，但是我们就是挑一些比较有论述。这个是民进党的。 这个是文俊党北方，他又三十出的，有我跟他。同时，也是来了解这个香港的朋友要来台湾，或者现在在台湾，他们需要的什么样的特别的协助，我们现在政府已经成立了专案的。 工作小组来处理，并且提供协助给我们的香港的朋友。